有一个归晋三宝镜。那我们说过啊，这个经，每本经啊，不管是《法华经》啊，那么《楞严经》啊，《金刚经》啊，那么多数的经，即使是《地藏经》啊，像这种，基本上都有所谓的修行的理论跟宗旨，修行的方法跟次第，修行的殊胜跟功德。那这个就在啊，所谓的从如是我谛听，谛听善思念之，那么到最后啊，欢喜信受，依教奉行。好，那这个经一般来讲都重在所谓的这个次第上，就是它会比较偏重于啊，要了解这个经的修行次第啊，跟修行理论。那我们后来就会偏重在修这个经所说的修行功德。那其实每本经里面，它当然为了众生啊升起号耀，它会强调这本经啊，你修学这本经功德多大多多，功德有多大有多殊胜。但其实这些殊胜都是从依教奉行来的，那会比较偏重在经的修行次第上。这个在大品陀上面讲到我们所谓的三藏，这个大家也应该要知道，三藏是所谓的经律论。他说经修多罗，经是修多罗，次第所显，经就是修多罗翻译叫次第所显，意思就是你读一本经，你一定要明白它的修行次第。次第所显，那我们说一本经讲修行的理论、修行的宗旨、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方法中一定有修行的次第啊。比如说持戒，他会告诉你啊，有五戒。比如说在家里，他有五戒啊，有所谓的杀盗淫妄酒，有八戒，就怎样怎样做怎样做，类似像这样。那他一定有所谓的啊修行次第。那我们说不只是修行次第啊，还有修行宗旨啊，修行的理论，然后修行的殊胜，修行的功德。但是他在讲，就是你读一本经一定要明了，一定要明了这本经告诉你的修行方法，其实是这样。律叫做比奈雅，比奈雅，比奈雅怎么样？因缘所显，显就是显示，就是他意思就是。他在告诉你什么啊？你要明白什么？因缘所显，就是你持戒，不管你是持什么戒，你一定要了解佛为什么要制这条戒，制这条戒，持这条戒，要让你得到什么，或是你没有什么啊，没有一些过错，没有怎样的过错啊？那么这个是因缘所显。所以读一本经，不管你读的是什么经，你一定要明白这本经的修行方法、修行次第。持一个戒，不管你是五戒、八戒、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你一定要了解，当然戒的内容以及为什么我要制这些戒，制这个戒的用意在哪里？你说过午不食啊？那么佛制过午不食。那么不在于吃跟不吃，在于什么？贪跟不贪。如果你，因为它重点是要制止你的贪，不是要说你过午后不吃你就殊胜，那整天都不吃的那不是更殊胜啊？不是这样，重点在于你的贪跟不贪。那么如果你为了因为过午以后不能吃，不要吃，早上吃的非常多，吃过量。那么你早上的贪是因为下午的不贪，那你这样的意义就不大了，你就先贪起来放吧。所以它的重点在于制止你的贪，所以它重点不在吃跟不吃，重点在贪跟不贪。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因缘所显？它为什么要制这种因缘啊？比如说手受，举个例子来讲，手受，因为有些出家他要亲手拿给你的，受给你的，你才能拿，要不然你违反戒律。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以前是托钵的，
那么托钵的人家没有亲手拿给你，你自己就拿了，那人家会生气些。这个是苹果，这个是芭乐。人家说，师父，这个芭乐供养你，你看到苹果比较好吃，你比较喜欢吃，你把苹果也拿了，人家心里面会不高兴。我没有要给你苹果，我只要给你芭乐。所以后来佛陀就，人家亲手拿给你才是要供养你的，你不可以自己拿。后来才必须要手收，要亲手拿给你。啊，其实是这样的，他的目的在于积显啊，或是说引发你自己啊，因人家给你什么就是什么啊。那么你会挑你喜欢哪的？这个这么多人家只给你这一部分，你连那里给你拿了，那、啊、这样他的自戒因缘在这里，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那我们如果不知道，就会说那我们都是自己的。那因为佛陀有规定要手收，所以必须要怎么样？请一个居士来说啊，这个给你，这个给你，都是你自己的了、啊。所以这个叫什么？因缘所显。好，那么你经读一本经，你一定要了解修行的次第。持一条戒，或是持什么戒，你一定要了解自戒的因缘。论叫做阿毗达，那我们上次有说过，论其实有三个，有昆勒，有摩耽尼迦，有阿毗达。但是后来阿毗达摩盛行，都以阿毗达摩为论，为论的代表。那论叫做阿毗达，阿毗达摩就重在分别，分别所显。阿毗达摩分别所显，就是要详细分别这个名词的内涵啊，的总相别相啊。阿毗达摩分别所显，你一定要善于分别啊，理解这个经里面说的道理。因为论就是在解说经的嘛，阿毗达摩分别所显。那么就已经告诉你重点，你读三章经律论的重点在哪里？那经很明显都会告诉你，你一定要明白修行的次第。不管你读什么经，不管你读什么经，你一定要先明白修行的次第。那你读完了，你也不知道这本经告诉你怎么修行啊，就好像你问了路问了很久，人家跟你讲很久了，你也不知道后来接下来要怎么走，要走去哪里。走去那里做什么，你也不知道。那你这样问路就白问了、啊，经就白读了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这里是在讲啊，我们说修行的宗旨、理论、修行的方法跟次第啊。那他会特别偏重在你要了解修行的方法跟次第。好，我们再从这个来讲啊，现在讲这个归净经、归净国宝经。那么自度大道从中呢，我们说。现在他在解释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意思就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从佛那里来的，就是佛说的。他在说，我们说他在深化无我观，那么广化菩萨行。好，那从佛从哪边？从佛那边的啊？那一般的版本会写佛善的，那这个是一改过的啊，就佛从哪啊？那意思一般我们讲佛为法本，佛为法本。法从佛出。一般来说，在阿含经里面，你常常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佛陀，因为常常会弟子说法，那么有时候佛会问弟子啊，比如说什么叫见法涅槃啊，什么叫多闻啊，他会问弟子。那你知道啊，什么是见法涅槃？如何见法得入涅槃嘛？如何证见法涅槃嘛？那么每次佛问的时候，弟子都会说一句话。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音。有时候讲佛啊，有时候讲什么？讲世尊，世尊为法眼，世尊为法根，世尊为法音。有时候讲如来啊，不管啊，佛为法根，他通常都是这么讲。佛为法根，这个跟这里这三个有关系。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音，啊，我们刚刚写的。好，那么一先来，先来讲法根，法根就是法的根本。因为我们现在所理解到所谓的法，我们刚才讲所谓的法，最主要的就是真理以及证得真理的方法。那么佛还没证得真理之前，世间没有佛法。所谓的佛法就是觉悟的方法，其实就觉悟道的法。佛法
佛是觉悟，佛是觉者，佛是佛陀的简称，佛是佛陀的简称。我们现在都把这个，因为中国人喜欢好简，就是喜欢越简单越好。佛陀，我们把它就简一个字，叫做佛。达摩，我们用意义就叫做法。僧伽，我们也简一个字，叫做僧。那菩提萨埵四个字就简成两个字，叫做菩萨。我们喜欢简，越简越好。好，那么佛陀本来应该是叫佛陀啊，然后就直接叫佛。它是觉者的意思，觉者就是觉悟的人，觉悟的人。觉悟的，觉悟到什么呢？觉悟到真理。所以佛法就是佛陀所觉悟的真理，以及证得真理的方法。那这个叫做什么？道路及道理。佛所觉悟的真理，就是他修道所觉悟的真理，叫道理。那么证得真理的，用什么方法可以去觉悟到这个真理？叫做道路，就是我们说的经，就是我们说的经。制度大道，般若波罗蜜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一个修行方法，就是我们说的经。那么这个就是他所证的。那么依经而依这个经修行，这个经觉悟到真理所具有的殊胜功德，我们刚才讲不是有三个吗？就是修行的理论原理这实相是什么？怎么证的这个实相？证的实相有什么不一样？有殊胜功德。这个叫什么道德？修道而有的功德。那基本上不管是解脱道、菩萨道，它都有这三部分，都有这三部分。好，那一般来说佛问佛弟子那么什么？比如说他问佛弟子，他什么是解脱就是什么叫无我？什么叫波我？什么叫见法涅槃？都问不懂。你看《安静》里面常常这样讲，佛有时候是佛弟子问他，他讲；有时候佛弟子没有问他，他直接讲；有时候他直接问佛弟子。那他问佛弟子的时候，那佛弟子都会讲这句话：佛不是四处问的，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意，愿佛为诸比丘说，就是希望佛来跟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佛是法根、法眼、法意，等一下再来解释。愿世尊。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意，或者讲四尊如来啊，愿佛为诸比丘演说。我是简单讲愿佛为说为我们说为诸比丘演说。那么我等就诸比丘闻法后，当如理思维，如说修行就变成这样。诸比丘闻法后。希望佛跟我们讲，我们不懂，或是我们即使懂也没有懂佛这么多。为什么？这法是佛说的佛知道的最多，而且佛知道的最深刻、最真实那类似像这样这个就是佛是法根这三个其实类似现在说佛是法根、佛是法眼、佛是法意，一切法的根从佛而来，就讲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因为这样看实际上你不容易看出来。那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意，愿佛为诸比丘演说。诸比丘闻法后，当如说修行，或当如理思维，依教奉行，也有这样。我会好好想清楚，当如理思维，依教奉行，依教奉行。这个是比丘自己跟我说的。那么，如果佛跟比丘讲，他就会讲。比丘问，比丘如果问佛佛我要怎样才能见无我佛就会跟他讲谛听善思念智就变成这样那么诸比丘闻法后，当如理思维，依教奉行或是如说修行就会这么说。你们如果去读阿难经，你就会发现到都是这样讲。好，那这个是所谓法根、法眼、法意。那法根我们比较容易清楚，就是法的根本，一切法是从佛出来，佛为法本，法从佛出，所以制度大道佛从来，就是从佛那里来很简单，这句比较好解释，而且比较容易因为佛法就是佛说出来，
佛没有说我们不晓得什么是真理，佛没有说世间有九十六种怪道，那么多人在修行，从来不知道要证得无我才是解脱，从来不知道世间是因缘生因缘灭，缘生缘灭缘起，不知道，从来不知道要离苦乐两边才是修行的方法，也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说修行要离苦乐两边，那修行的目的在断烦恼，烦恼断尽了才是解脱，那最大的根本烦恼叫做我见，有我见有我爱，那这个会在法这里，大智度论里面讲的皈依法，那皈净法这边会讲到，那法到底是什么？它的核心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先讲佛啊，那这些到底佛说的法的这样的一个真理是什么？啊，其实就是缘起无我，这个在法这边有浓缩一个皈净经，已经把佛法的核心都列出来了。那我们先讲这个，就华严法，就是佛到底什么是佛？怎么样才能够称为是佛？啊，佛如果没有见法，如我们说三宝佛法身。佛法身，这个上次我们应该有说过，佛法身是以法为主的。那我们现在都把法忽略掉，变成以佛跟以身为主。那没有法，没有佛，没有法，佛就不叫做佛。意思说，悉达多不叫做佛了。悉达多所以被称为佛，佛陀的名字叫做瞿昙悉达多，他本来跟我们一样，都是凡夫。啊，当然，大圣的说法，他一出生就跟我们不一样啊，他是从多帅天下来的。大圣的菩萨在多帅天的时候叫做一生补处菩萨，就已经不是凡夫了。但是声闻的菩萨、悟派的菩萨，还没成佛以前都是凡夫，这个是观念不一样啊，观念不太一样。那么悉达多后来所以被叫做释迦牟尼佛。应该跟大家讲过，上次，那么释迦祖的贤人是一个觉悟者、觉者。那么他之所以被叫做佛，是因为之所以被叫做佛陀，是因为他觉悟了真理。所以佛是觉者，觉悟了真理。所以真理是什么就很重要。你学佛就是要学佛觉悟到真理。所以如果你学佛，你念佛，你完全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去悟得真理，就是修次第嘛。所以经在次第所写，刚才讲经是次第所写，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去修行见得真理，那你读这本经是意义不大的啊。就好像你就听人家说这个很好吃，那个很好吃，这个很营养，那个很营养，那你看看也真的很好看，但是你就没有吃进去，那没有意义不大啊。那所以基本上法都在这里，法的根本啊，华严法一定得用在一起啊，这叫法的根本。没有佛说出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没有佛说出来，我们不知道。那释迦牟尼佛曾经说，如果这个世间佛不出世，或是佛出世不说法，不说法就叫做什么？不说法，觉悟的人不说法叫做什么？辟支佛。如果他不说法，但是他不广度众生，他就叫做辟支佛，独觉，类似像老子这样啊。假设老子是一个觉悟的人，他也没有收弟子，也没有弘法，他就只是要离开的时候，把他所悟的真理写起来，交给其他的人，就这样，交给一个人。那个人如果把他拿去丢掉了，那就没有了。如果那个人把他弘扬出来了，那就老子讲的时候，他讲什么，开始有道德经的流行。类似像这样，那老子如果不说法，但是如果他也类似像这样，但是到底佛悟的是怎么，也没有人知道。那世间的人还是依世间的想法去做解释的，所以佛把他的真理说出来，那么重点是法，佛法身的三宝的重点是法，佛法身真的是归进三宝经。但是重点是法，那法虽然法，因为有法，它才叫做佛，悉达多才叫做佛。那么因为有法，佛说出来说，身依这个法，才能跟佛一样，
觉悟解脱啊，才能够度生死苦海。好，那这个是所谓的法根、法眼、法义。好，那我们来讲法根、法眼、法义的观念。法根就比较清楚啊，法的根本。我为法根，我为法眼，我为法义。那么重点就是这个法，是法的根本啊。然后法眼、法义，我们来讲什么是法眼，什么是法义。好，那么他说到，如果一啊，如果一其就是一圣曼经里面说的啊，那先用瑜伽师这边说的啊，瑜伽师这个里面啊，他说，好，我们用圣先把它写出去，他说。解脱法的根本是法根，佛自己一直得解脱，也令众生可以解脱。这个是你没有这个，你有谁有这个法，谁就能解脱；谁没有这个法，谁就不能解脱。佛为啊法眼，法根、法眼、法义。那有时候写佛为法主啊，佛为导，法导啊，就是导为导，为法主为导。导就是引导，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眼跟导，就是眼的意思。那么有时候叫做为父，那这个看起来就不容易理解了，但没关系，我们就把相关的都写上来，我们要知道。好，那他是说解脱啊，解脱法的根本，佛是解脱，佛为就是佛是解脱法的根本，解脱。因为般若就是度制度嘛，智慧就是见真理的方法，以及所见能见真理的方法。那么解脱法的根本，那我们说佛法的主要两个部分，真理是什么？怎么证到这个真理？这是最主要的部分，就叫解脱法。法是令人解脱的。啊，为这个法眼啊，他是这么说的：具足就是圆满究竟，具足就是圆满究竟的意思，圆满究竟的了达一切法，这个是圆满究竟的意思，具足完全圆满究竟，我是完全究竟，圆满究竟完全。具足了达一切法，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的实相，了达一切法的实相，你可以这么说。一切法的实相是什么相？无我相啊！《金刚经》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相是什么相啊？所以《一般若经》来讲就是什么空相，一切法毕竟空相；《一阿含经》来讲叫做一切法无我。是这样的，那具足了达一切法，就是说你听了这个法，你就能够具足了达一切法啊。其实就是佛怎么指导你，怎么引导你，让你能够见法，就是这样。好，那么这个法义就是他是这么说：佛能以正法授予众生。就是依这个法，这个都是正法，受于众生，就是为众生说法啊。所以他讲到所谓的四无碍啊，说法的四无碍，我等一下我们再讲，受于众生。所以意思就是说，佛是一切法的根本，那么佛表达了一切法的究竟啊。所以当然，你佛问我们，我们当然就是因为佛知道的比我们多嘛，而且。是由佛说，我们才知道有法的。是由佛说，我们才知道有法。那佛就算我们知道，也没有佛知道的那么多，也没有佛知道的那么深彻。那么我们的法都是佛来告诉我们的，都是佛教导我们的，其实是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义啊，能以正法授予众生。好，
那这个是啊，那么如果从这里来讲啊，就是佛为法本啊，一般我们说佛为法本，就是这里佛从哪？还是法根？这里佛是了达一切法的实相，所以佛是什么？这里我们就这样讲，佛为法本。那这里。那么它具足表达一切佛的实相，所以佛叫做什么？一切智者。佛又叫做一切智者。佛有十个名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善知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啊，又叫做一切智者，有一切智，有一切智。那大师论里面讲的三智啊，那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啊，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但是基本上佛是一切智者。那么一切智就是表达一切法的实相，佛又叫做一切智者。好，那佛能以正法授予众生，佛与佛叫做什么？人天师、天人师。那为什么只有天人呢？因为只有天人才能修行佛法，依佛法得解脱。我叫做三界导师。如果扩大来讲，叫三界导师，那一般就叫做天人师，不是人天师。好，那么这个是所谓佛为法根、佛为法眼、佛为法因。那如果啊，我们因生慢心来讲，他是这么说，啊，另外一种说法，这个是为法根本，为通达法，为正法因。好，那一于解释这边的说法，于解释这边卷八十一，他说所谓的法，所谓的佛法。它是能引发一切幻象之法。现在我们说的佛说的法，主要是这个法，能引发一切幻象之法。幻象是什么？幻象就是清净的。那什么叫清净？佛法最终的目的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它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你身口意三业清净。好，那什么叫清净？身口意都没有烦恼，那没有烦恼就叫做清净，有烦恼就叫做不清净。所以修行啊，我们的话常常讲，修行最重要不是看你有多清净，是看你有多清净。那是看你什么？不是看你一天拜多少佛、诵多少经、那打坐多久可以不起来，是看你。遇到境界的时候，你起不起烦恼？没有境界的时候，你起不起烦恼？那么有境界的时候，你起不起烦恼？起了烦恼，你能不能调伏？有没有方法调伏？要多久才能调伏？哎，就是看这个，看这个才来说，这个人有修行没修行，清净不清净？那这个是看内心的，还有表现出来的行为。主要是内心，然后从内心引发表现出来的行为跟语言，这叫身口意。那么你内心没有烦恼，表现出来的也没有烦恼，很安定。那么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修什么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修行，但是从这样看起来，这个人肯定是有修行的。那如果不是啊，那么不管你打坐可以坐多久，有没有神通，提婆达多。提婆达多最早也得禅定啊，也有神通啊。五通仙人也都有神通，也都有禅定啊。那苦行外道持戒都很清净啊，那么他也不叫做有修行。那苦行外道，你看多持戒多清净呢？佛陀时代那些苦行外道重持戒跟重禅定，但是就算持戒非常清净，持的比佛还清净，就是遵守这个戒律跟戒条啊。你看佛。那个时候佛还是就是过午不食而已，他们有一些就是一买一卖，有些不吃。那他为了避免杀生，出门要戴口罩。我们是要防病毒，他不是。
它是要防什么？防虫蚁、细菌去不小心误杀的。因为你呼吸有时候细菌去蚊虫就死了，就算不是故意的，它也要防啊。出门要拿扫把，为什么？不小心踏死虫蚁啊！你看它吃戒吃的那么清净，它也不能解脱啊。这种清净不是真清净啊。佛法讲的清净是什么？没有烦恼，这个见得真理，这个在归净三宝记的法宝记里面有讲，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佛宝记，为什么叫做佛？佛到底是具足的什么？那重点就在这三个啊，他见得真理，而且他把它说出来，所以佛法是佛陀所见的是什么？什么是真理？就是他解脱的关键。那么这个真理不外乎有两种，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生死轮回？我们怎么样才能不生死轮回？这个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有生死流转的，跟涅槃观念的啊。这个在法里面都会讲啊。这个你看那个《法宝经》的记录，但是他都讲了这个。那么就是见了真理，而且把它说出来，而且他见的真理是究竟的，出果、恶果、三果也见真理啊，但不究竟，还没完全清净。那佛是究竟圆满的。圆满究竟，那么出国、二国、三国，他们所见的，甚至是阿罗汉所见的都没有佛圆满究竟，即使是阿罗汉都没有佛，那么他也究竟，但是他那种究竟跟佛究竟跟佛的究竟不太一样，他不圆满，所以阿罗汉即使证了阿罗汉，他没有烦恼，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引导一切众生怎么。阿罗汉自己不起烦恼，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引导众生怎么样断除烦恼，他不一定可以啊。所以佛具有这一些力量殊胜啊。那一解释跟你讲，佛法能引发一切梵天之起啊。所以阿罗汉证了，就是阿罗汉这个佛弟子证了阿罗汉之后，都会这么说：我身已尽，梵天已离。所作已办，自知不受后有，这个叫解脱之见。它有五分法身嘛，戒定慧解脱，戒定慧是到达解脱的，正得解脱之后就有解脱之见。我身已尽，梵天已离，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那是这样，能引发一切梵天之法，就是能够解脱的，解脱的方法就是这里，就是一切解脱法的根本就在佛。佛曾经讲，只有在你只有依这个法，你才能得解脱。离了这个法，你不可能得解脱，不管你怎么用功。所以解脱法的根本，佛没有说。佛曾经讲，如果他不说法，大概只有两个人可以解脱，一个是大迦叶。大迦叶跟佛的见面也是很戏剧性的，他们在七支塔前面相遇。佛一见到大迦叶就跟他讲：“我是你的师父，我是你的老师，你是我的徒弟。”大迦叶看到佛。听着我讲这句话，也说是的，你是我的师父，我是你的徒弟，这样就变成师父了，啊，好厉害！然后大迦叶十五天后就证阿罗汉，十五天后就证阿罗汉。那因为这样，那大迦叶人缘比较不好，僧团里面人缘最好的是阿难。佛曾经这样讲，啊，没有一个人像阿难一样，所有人都喜欢他。啊，那么佛有四重弟子，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尼、比丘，就出家在家有四种，所有的人都喜欢阿难，大迦叶就不是，很多比丘尼讨厌大迦叶，然后那这个大迦叶也不太，大迦叶也是唯一直接拒绝佛陀，就是佛陀曾经好几次，因为大迦叶都喜欢自己一个人住，他不跟僧团共住。那佛陀曾经在大迦叶有时候回来的时候，跟大迦叶讲，就是你为那些新进的比丘说法，大迦叶不愿意。大迦叶说，因为那些我跟他讲的，他们都不听，我不要。因为佛陀的很多佛教后来越来越大，尤其在舍利弗目犍连之后，那么佛教越来越大，里面有很多年轻的比丘。那最主要的，你在《阿含经》里面常常、律典里面常常看得到，就是这些年轻的比丘里面，他们都会结党结派，也会有那就是他们有习惯一群一群的。那阿难的弟子常常跟目犍连的弟子吵架。阿难有很多年轻弟子，
目犍连也很多年轻弟子，那么这两群弟子常常会吵架。那这个大家是曾经为他们说好，但是他们也不太，就是对于大家是可能不太恭敬或不太谦让。那几次以后，大家就是不再愿意为他们说法。所以即使佛陀，即使佛陀跟大家是这些年轻的比丘不懂啊，你教教他们，为他们说一下话，大家是不愿意拒绝佛陀。第二个啊，大家是年纪大的时候，佛陀说：“大家是啊，你年纪那么大了，你不要自己一个人住，你回到僧团里面来住，也有侍者可以照顾你啊。”大家是有直接拒绝。大家说：“世尊啊，我他了解世尊的好意啊。”说我一个人生活习惯，你就让我一个人自己住吧，直接拒绝佛陀。大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看起来好像不太近亲，但是老实讲，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要非常感谢大家是，没有大家是解体心念，没有他发心解体，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不可能有这个法可以听这个，要非常感谢大家是，他真的是我们说外现声闻声，内密菩萨行。所有的阿罗汉涅槃呢，这个佛听说佛入涅槃有三种情形，一个就是知道佛要入涅槃，先入涅槃；不知道佛要入涅槃，但是听了说佛要入涅槃，说佛已经入涅槃，也入涅槃，也入涅槃，多数都是这样的。那么很少很少有像大家是这样，听说佛要入涅槃，担心未来的众生没有法可闻，不知道佛法，佛灭了吗？所以，即赶快要把佛法结集起来，以利益未来的众生。大家是这一种，所以我们要非常感谢大家是。啊，讲到大家是，那刚才也讲到所谓的这个佛法，那么持戒跟禅定，那并不是说你持戒依照戒条啊，几分几秒过我就尊重，完全遵照，不是这样，看你的内心有没有贪嗔痴。看你的内心有没有贪嗔痴，贪跟嗔是从痴引发来的。那根本的痴是什么？我见我爱啊。所以佛法最主要在讲这些。那么一切犯贪之法，能引发一切犯贪之法的佛法解脱法。好，那么这个解脱法是一个皆有世尊，他讲也是三个。皆用世尊为根本，皆用就是皆因了。皆用世尊为根本，法根没有佛就没有法。但是我们说我们所听闻到的这个法，其实没有佛也有法。为什么？法是真理嘛，只是佛发现了它，把它说出来。如果它没说出来，我们不太可能知道。类似像这样。有点像我们这个世间过了那么久，大家也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不知道我们之所以地球这样转这样转，我们都不会感觉到跟着转或是颠倒，那是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如果牛顿没有讲，谁知道有地心引力？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有地心引力。我常常讲我在想，牛顿看苹果掉下来，在想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如果当时我跟牛顿坐在一起，我就会讲，你笨啊，所有的东西都会掉下来啊，哪有不掉下来的？不但是苹果会掉下来，芒果、芭乐、椰子都会掉下来啊，这正常的啊。但是牛顿看起来，掉下来不一定正常啊。他发现了嘛，研究发现了地心引力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如果看苹果掉下来，我们就会想，怎么只掉一颗，怎么不掉两颗、三颗？他不是，他会想为什么会掉下来。那这个为什么重要呢？要探讨那个因呢？凡事必有因，真理就是缘起啊，凡事必有因啊。好，那一个我们看起来极为平常的事，生死，所有人都会生，都有生死，就好像所有人、所有的苹果树上的东西都会掉下来一样，不管你是什么，那所有的人都会有生死，包括一切虫鸟。那么这个猫狗一切的生物都有生死，这个极为正常。只是你要去探讨，那为什么会有生死？这个是正常吗？可以改变吗？可以。你看，佛法最重要的不再告诉你，最重要的不再告诉你真理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证得这个真理。
背起来，你即使还是不知道，但是它重点在启发你的智慧。佛法的重点在启发你的思维，你的智慧。你用正确的思维，所以天文正法后面是什么？蹂躏思维，它在启发你的思维。如果你不会想，你懂得就算很多，有懂跟不懂一样。佛法最重要在启发你的思维，然后引发你的正确的判断，然后你才如此的去修行，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不是在知识的累积，名相的分析不在这里，它在启发思维，怎么去想这件事，从哪个角度去想，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好，那么皆用世尊为根本，都是因为佛说的。那我们说，就算佛没有说，法还是法。真理有三个，真理有三个特性嘛，叫做什么？法现、法住、法界。真理有三个特性，叫法现、法住、法界。写在这里啊，我们再来查法现、法住、法界。就是这个法，它本来就这样，本来就是这样。这个法一直是这样，就一加一等于二这件事，从古以来都这样。凡是有生必有死这件事，从古以来都是这样。它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谁让它这样的。那么普遍是这样，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是这样，两千年前是这样，两千年后也是这样，有佛出世也这样，没佛出世也这样。这是真理啊！佛不是创造真理的人，佛是发现真理的人。但是佛没有发现，发现的没有说出来，我们就是不知道。其实在讲这件事。所以皆用世尊为根本。好，那么这个能引发一切泛滥之法，就是解脱了。解脱法，我们所说的解脱法，或是离苦的方法，都是因为用，就是因皆因世尊，因为世尊那么证了这个法，把它说出来，我们才知道。第二个，佛盖彼所外有解无说正法理观单因佛是弃理弃机的利益众生，佛盖彼有情说正法理也基本上重在智慧。见这个法眼，正法眼，或是正法眼也可以。那么这是第二个，这个法眼。第三个，若于中生出疑惑。假设我们对佛所说的这些正法，就是佛说了，你能够知道。一般来讲，就是佛说法之后，那么众生因为这个法而得到四种智慧的层次。一般来讲，就是说佛，比如说佛讲无欲无我，讲无欲无我，讲了之后，你要如理思维，你可以得什么眼智明解？他通常都会这么讲，你就得眼智明解，眼得眼智明觉，觉就是觉悟真悟，明就是很明白很清楚，那么明就是离无明，觉就是离明离愚痴。就是你不再有无明的状态，不再有愚痴的状态，就是离无明离愚痴迷而不觉其实是一样的，迷茫不知道。那么你得眼得智，智就是你去决断，你去判断你基本上，那么眼就是你能够得正法你能够知道那么能够观察这个正法。那能见，基本上也是在于见的功能，见什么？见法。世间的眼肉眼是能见物，见这个物，青黄赤白，长短翻眼。那么法眼或是叫慧眼，那么它是能够见法，见这个真理以及真理的方法，就是你能够知道哦，我原来知道生死的根本在什么，哦，那原来知道解脱是什么，原来知道八正道是什么，那要依八正道才能得解脱。我本来不知道，后来知道，其实这样。那么他说，若有于中，假设对佛的说法不清楚、不明白，就是不了解，那怎么办？就是
要如果还要再去问佛啊，然后问清楚、问明白啊，就是这样。那么修行修到一半卡住了，卡卡的怎么办？要去请教佛。那佛会告诉你的问题在哪里啊？那你要做些什么？因为佛具足了法，所以只有佛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真正知道问题所在。好，我们先下课，我跟大家继续讲。